它是 SML 都可以穿的。给大家看，它本身是有拉链，这样有拉链方便穿脱，然后做花苞，看到了吗？而且它弹性超大超好，所以呢绝对可以穿到 L 号。 S 号的粉丝，如果你想要绑高腰的话，你在绑这个结的时候，请你把它拉紧，像妞儿一样，这样稍微紧紧的把它拉紧，你就可以穿了。而且呢在裙子这边还做了两个折位，所以让我们的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修身，比例非常非常的好。然后我只能说它冰冰凉凉的，材质非常笔挺，也不太需要整烫。它是细小的黑格纹，然后有做上非常经典的口袋之外，一样它做了一个比较典雅，差比较低，不会到那么高。再来侧面穿起来一样，完全是修身显瘦，不贴臀，然后没有透肤的问题，所以呢不太需要换内着。然后呢后面也都是做松紧的，所以整体看起来都是腰非常非常的纤细。那这样的花苞其实我们可以走入上班族，也可以走入休闲，所以它其实蛮好做搭配的。